氢要能够对减碳有帮助，基本上是在一些利用的这个技术的开发。那我觉得就台湾来讲，主要有几块领域了，一个是大型电厂这边的碳排如何降低，那现在台电已经开始在做，透过混氢燃烧可以降低天然气的用量。第二个部分呢是分散式的发电，我们可以透过燃料电池这样的一个系统，把这个发电端尽量靠近使用者，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能源在传输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损耗。另外它可以跟在地的太阳能啊还有储能结合成一个微电网的系统，就可以针对这几个能源的做有效的管理，增加能源供给的这个韧性。在载具的部分，特别是比较重型的载具，我们现在的电动车都发展得相当不错，但是电动车如果要用在这种比较大型的载具，像客运啊货运啊甚至火车，它就会比较辛苦，因为这时候电池的用量要很多，那一方面车重会增加，那另外一方面是充电的时间会增加。再来的话呢，是工业应用方面呢，就炼钢啊石化的一些制程也用到很多氢，我们都希望把这些不管是碳或灰氢转成未来的绿氢，来降低碳排。我们就举这个燃料电池当例子来看好了。在燃料电池里面呢，它是一个电化学的装置，所以它里面就会有一些燃料分散均匀的这样的一个流道的设计，另外也会有协助气体扩散到触媒的这个地方，就会需要电化学的人才啊，化工的人才啊，材料的人才，还有刚刚讲的你要把这个反应物均匀分散的这种机械热流的这种人才。发了电以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电转换管理，然后送到电网，所以我们需要电力系统的人才。同时呢，我们需要针对这样的系统去做监测，才能够做有效的管理，所以我们也需要资通讯的人才。在刚刚讲的好几个领域里面，它在某一个领域至少要一个比较强的这个专业，需要能够跟其他专长的人能够有效的沟通，才能够组成一个 team， 然后一起来开发这个产品。